善儿走了，二老一定要多加保重。我去白雀寺了，不用去找我。善儿相信，只要自己兑现诺言，宋多哥就一定会生还。对不起，爹娘，是善儿不孝，希望以后爹娘要照顾好自己。这50两白银是官府赏的，烦请二老代我分发给那些与咱们一起跪河祈祷的乡亲。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？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他是在信守承诺呀。好好瞧瞧，哎，是颗骨头。哎，啊，少爷，老爷过来了。啊，你先退下，退下。爹爹，晴儿，坐吧。哎，晴儿啊，你姑姑没给你讨得侍卫长一职啊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吧。反正晴儿对那个职位也不感兴趣。这不是有兴趣没兴趣的事，爹心中有个大局，这很重要。爹，反正事已如此，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主上无子啊，你姑姑已经不能为主上天子，显然已经失宠了。光靠她也是不行了，咱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方法，获得主上的信任。那爹爹您意下如何呀？晴儿，我们找两个美女给主上送去，让他多在女人身上费些心思，那样我的机会就大一些。爹，这个找美女这件事儿，就交给庆儿去办吧。好，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做。另外，我让你安插在正国公府里的人，你安排好了吗？这个爹爹大可放心，此事已经办得妥妥的了。那个人啊，都进了国公府。妻子现在不要动，将来必有大用。you
为何会在此处？这位师父，我要出家。此事贫尼做不得主，待贫尼禀明住持事态，施主请稍后。谢谢师父。师太，进来。师太，有位女施主跪在寺外，说是要出家。多大年纪？依弟子看，最多十六七岁。一定又是一时为情所困，莫须理会。跪一会儿，她自会知难而退，随她去吧。诺。银儿啊，你姐姐出阁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父王，儿臣没什么打算，儿臣只想一辈子陪在父王身边。哼，竟会说些好听的话，你的话是说的心里话？当然是真心话了。那好，给你招驸马的事儿，父王就不管了。不管就不管，儿臣自己找。哎，怎么样，露馅了吧？还说要留到父王身边，其实呢，自己早就想嫁出去了。哎呀，父王！父王，你看你！哎，你大不中留啊！父王想给你找个驸马。吴丞相的儿子吴庆。吴庆，不行不行。绝对不行。怎么不行？就他那个花花公子，儿臣打死也不会下嫁于他的。莹儿，现在吴家重权在握，一直是父王的一块心病，如果你和他联姻，父王，儿臣的终身大事关系到儿臣一生的幸福，父王总不能为了安抚吴家就毁了儿臣一辈子吧。没有那么严重吧？我看吴庆这个孩子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怎么你嫁给他就会影响你一辈子的幸福呢？父王，那吴庆欺男霸女，行为不端，儿臣恕难从命。大胆！你眼里还有寡人这个父王吗？父王息怒，儿臣不是有意要顶撞父王，但这驸马儿臣一定要自己选，若父王不答应，干脆把儿臣杀了吧。银儿，你不要以为父王平时宠着你就不会对你怎么样。父王，儿臣的命是您给的，您随时可以拿去，只是这无庆，儿臣誓死不嫁。滚，你给我滚。公主，咱们走吧。父王，儿臣告退。宗儿，你的进步还是挺神速的，这多亏师父教导有方。宗儿啊，为师的武功你也学得差不多了，只要你回去勤加练习就没有问题的。师父，是你该回家的时候了。徒儿明白了。这是郑国公大人赠予为师的一条武士腰带，现在为师就送给你做个纪念。师父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收下。徒儿，多谢师父。
位姑娘走了吗？没有，已经一整天了，她不吃不喝，一直跪在那儿。嗯，看来这位姑娘还真有些韧性。走，看看去。小小年纪，正是豆蔻年华，这又何苦呢？师太，小女曾向上苍许下洪水大愿，希望上苍保佑姚玉河水退人安，保佑我的宋多哥能够大难不死。小女愿出家，终身侍佛。出家人供佛修佛而不求佛，施主今日是有求于我佛而来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不，师太，小女心意已决，求师太就收下我吧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老尼虽然眼拙，可以看得出这位施主与我佛有缘。这样吧，你就先留在寺中住几日，看看俗念能否根除，再定去留。这么说，师太愿意收下我了。施主，你请起吧。谢谢师太。哎，姑娘，快，快扶姑娘去厢房休息。来人呐！来人！公主，吴公子求见，这是他送来的礼单。谁稀罕他这些破玩意儿？不见不见，你把东西都给我退回去，成天往这儿跑，都快烦死我了。快去，让他走，让他以后别再来了。诺，奴婢这就去回了他。本公主可不做这笼中之鸟，再这么待下去，非憋死我不可。不行，本公主还是得想办法溜出去，闯荡闯荡。好冷清啊。是啊，也不知道善儿在白雀寺中过得惯吗？我就这么一个关门弟子，这家衣传承无人了。爹娘，多儿，孩儿回来了。哎呀，多儿，娘，多儿，我的多儿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来，坐下来，让娘看看。哎呀，你最近是跑哪儿去了？
孩儿和伴娘给想死了，孩儿不孝，让娘担心了。回来就好。这段时间，孟师傅教了孩儿一身好武艺。谁？就是孟马师傅。之前咱们救过他，这次多亏了他救了孩儿，所以跟他学武耽误这些时间。善儿呢？我回来以后怎么没看到他？尚儿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怎么了？尚儿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爹，尚儿怎么了？哦，为了你，他向老天许愿，只要能让河水从地下流走，不再危害百姓，只要你能够生还，他愿意出家。出家？这是真的吧？是真的。那天天摇地动，姚玉河的水潜入地下，实现了他的心愿。他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，就离家出走了。娘，你告诉我，善儿在哪出的家？我要去找善儿。朵儿，你别急，听娘慢慢说啊。娘是这么想的，想另外跟你提一门亲事，善儿，咱就不娶了，咱也不敢娶了，你就不要再找他了，行吗？娘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之前你不是已经答应我和善儿成亲了吗？为什么出尔反尔啊？朵儿，娘实话跟你说。娘为了你们俩的婚事，去了大萧山寺，给你们抽了个签儿。签文上说，你们俩不能成亲。这不，大喜的日子不是已经出事儿了吗？娘特别后悔，没有早点把签文的事情告诉你们，这太灵验了。朵儿，娘求你，你就放弃善儿吧，啊！娘，我不信，我不信这些。娘，你告诉我，善儿在哪儿？娘不能告诉你，这教训就够大的了。你们俩没有这个缘分，就不能强求。娘是不打算告诉我了，那我就一家寺庙一家寺庙去找，我一定能找到善儿。朵儿，娘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娘就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！不找到善儿，我永不进这个家门。朵儿，别再逼你娘了啊！善儿去了白雀寺。哎呀，你，朵儿，朵儿，你不能去呀，朵儿。哎呀，你没长眼睛啊，跑那么快，找死啊你！撞坏了我，你赔得起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慢走，小姐。哎，又新来了一个。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跑出来的，能有什么事啊？姑娘家的，大不齐婚姻不顺之类的事儿呗。言之有理。你没发现，住持时代对娘挺关照的。你也不想想，咱们每日都得打扫院落，他倒好，每日只去念经就成，这对咱们也太不公平了吧？就不服气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师太，你们争多论少，心存嫉妒，还像个出家人吗？如心思不宁，本师太可以让你们下山去。师太，我们不敢了。把你们去厨房劈柴三日，以示惩戒，下不为例。是。小二，姑娘回来了。你们这儿有什么山珍海味，都给本姑娘端上来。
本姑娘要一一品尝。姑娘，你这店钱还没给我付清呢，怎么现在又想起吃山珍海味来了？哼，难道你认为本姑娘没有银子付你吗？我看你穿的倒是人五人六的，本来以为是个大户人家呢，谁想到在我们小店住了这么长时间，却拿不出钱来。就欠你们那几个银子，也值得跟本姑娘这样大呼小叫的？那你就把钱给我们付清吧。我的钱呢？我的钱让人给偷了。这个我可管不着，大家评评理啊。他在我这白吃白喝这么多天，到现在却拿不出钱来，你说怎么办？那就拉去见官。对，你看来我只能拉你见官去了。就是是啊，这只差少说也值百两银子，本姑娘今天就当打发要饭的了。钦差，钦差是真的吗？师太，你找我。进来。善儿，我原想着你与我佛有缘，只让你念经，但背后有人说我处事不公，作为住持我不能厚此薄彼，所以从今日起，院中的水就由你来挑吧。是，一切谨遵师太吩咐。另外，寺庙中有些闲言闲语，你听到后不必太在意。请师太放心，善儿不会在意的。爹，爹，孩儿啊，给您找来两名武器，营养一流。舞跳得不错，要是献给主上，他肯定能看得上。人可靠吗？孩儿给您找的，那都是自己人，绝对没问题。嗯，好，叫他们进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菜啊！来，师傅，我们这儿的包子云锦驰名，要不要来两份尝尝？就是他，你这个破玉镯就值十文银，你看你是当还是不当啊？这可是上好的玉镯，少说也值百八十两银子，你十文银子就想要啊？我还不当了呢。姑娘，那你看我再给你多加点怎么样？你呀，根本就不识货。本姑娘说不当了就不当了。哎，站住！你们要做什么？小姑娘，我们也不做什么，就是要你手中那个玉镯，只要你乖乖的交给我们，就放你离开。原来你们是当铺的呀！我告诉你，你们若是惹恼了姑奶奶，要你们好看！你笑什么你？你有什么好笑的？我们是笑你啊，太天真了。就你一个小姑娘，能对付得了我们吗？啊！你们这么做，跟强盗有何区别？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你们还想劫财杀人吗？只要你把玉镯交出来，爷爷我就放你条生路。啊！你个小丫头，还有两下子吗？干什么呢？嗯？哎呀，你是谁？告诉你啊，少管闲事。这闲事爷今天管定了。给我上！
姑娘，你醒醒！姑娘，姑娘，你醒了。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会是你？你没死啊？你受伤了，我把你背到这儿来。刚才是你救了我吧？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吃饭吃烤地瓜。谢谢啊。姑娘，你住哪儿啊？这位大哥，我没有家，本来是想投靠哥哥的，哪曾想到路上会遇到这种事情啊。那你哥哥在哪儿？我带你去找他。不，公子误解了，公子就是银儿心目中的哥哥，银儿愿意跟着公子，公子去哪里银儿就去哪里。姑娘，这可万万使不得，你还不知道我正要去找我的妻子。哈，公子也有妻室？其实还没有过门，只要我找到他，我就和他成亲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要小心，一不小心碰到伤口有点疼啊。总之小心就是了。谢谢公子。公子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啊？宋多。宋多哥。吴丞相求见。传。臣参见主上。免礼了。臣谢过主上。吴丞相有什么事吗？回主上，哎，臣见主上整日整夜的为国操劳，做臣子的不能分忧，痛在心啊。现在可是北边山上风景秀丽，草木横生，水流清澈，正是赏花观景最好的时候，请主上恩准臣陪同主上一同前往，泡泡温泉，舒展舒展筋骨，彻底的放松放松。主上，意下如何呀？听起来不错啊。难为吴丞相总为寡人着想。为主上分忧，这是做臣子的本分。主上，此处风景如何呀？想不到秦宁国还有这么美丽的地方，真是妙哉妙哉啊！啊，主上，前面不远处有温泉，水温适宜，清澈见底。主上不妨前去，可以消除劳顿。好，你们在这歇歇，寡人去泡泡温泉。嗯，诺。二位美人玩得好惬意啊。那是谁啊？不认识啊。不要害怕，
寡人不是妖怪啊。你是主上吧？你怎么知道寡人就是主上啊？您寡人寡人的自称，不是主上还能是谁呀？真是聪明。寡人正是主上。美女，你参见郡主上。哎呀，平身平身吧，啊，平身。主上，美女邀请主上与我姐妹二人共同沐浴，不知主上陛下如何？此意甚妙，寡人来了啊！主上来啊！银儿，你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咱们真的该走了。宋多哥，你明明知道银儿的伤还没全好呢，你怎么老说走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又骗我。我没骗你，宋多哥。宋多哥，既然上天让我遇见你，既然你又让银儿的心中有了你，那这辈子你就别想从我身边走开。宋多哥，你能不能不走啊？你要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银儿，一个女孩子在外漂泊很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家。不，即便是漂泊，银儿也愿意与宋多哥长相厮守。银儿，你知道这不可能，我心里有善。银儿知道宋多哥心中有善啊，就如同宋多哥所说，伯母求签，说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，你们又何必勉强呢？银儿，你不懂。我宋多心里只有尚儿一个人。宋多哥，你这么狠心呐？我一个姑娘家，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……灵儿，我送你回家，你家里人一定很寂寞。倘若宋多哥执意要送我走，银儿不要你送，我长着脚呢，能走。好，一路多小心，保重。哼，善儿，你真讨厌。宋多哥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哎，瞧，那是那新来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就放在那儿吧。帮师姐把这两桶水打满吧，谢谢啊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你看，那有个美人儿。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？去，把他给我抓了。诺少爷。哎，姑娘，别走啊！我们家少爷是当今丞相之子吴庆，看上你那可是你的福气呀。哎，请让开，我对你们家公子没什么兴趣，我还要急着回寺庙呢。姑娘，小生内乡有礼。姑娘长得国色天香，出家岂不太可惜了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请你们让开。姑娘，我看你还是随本公子一同回去吧。
本公子一定会好好待你，吃香喝辣不在话下。啊，哪怕你就要那天上的星星，本公子也摘给你。我说这位公子，你出身显赫，想要什么样的姑娘没有？对民女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姑娘，本公子对你是一见倾心的。你若就这样离我而去了，让本公子如何是好？我劝你们，还是让开的好。若不然我就要喊人了。这深山老林的，谁听得见？你们愣着干什么？上！哎，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住手！宋多哥，你真的还活着？这儿又是你小子，看来你们认识。好，今天就看在这小美人的面子上，饶你一条狗命。我快滚！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我们家少爷是当今丞相之子吴庆，你敢辱骂我们家少爷，你不要命了？丞相之子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打的就是你！给我上！吴庆前一阵强抢了一民女，那民女的爹前来报官，咱们大人也不敢受理啊，就把那民女的爹啊给打了一顿。要么说嘛，这有一个有钱有势的老子那有多好，你看多大的罪都能抹平。哎，那还不是因为咱们大人想升迁嘛，有求于人，不给抹平不行。这花瓶是李员外送的，绝对是官窑的，你看看这成色。哟，果真不错。可惜了，要想升迁，单送这么个花瓶，那也不一定能成啊。老爷，这世道，你不送，别人也会送的。对上面啊，不能和对下面的人一样。老爷您呐，就是太不会做人了。对上面呢，您要阿谀奉承；对下面啊，就要严格。你们是何人？来此有何贵干？我们家少爷是当今丞相之子吴庆。你说我们是什么人？我这个是你家老爷，你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。小的远不是泰山。吴公子，你等一会儿，我这就给您通传来。哎呀，这不知何年何月，咱们才能攀上个高枝。咱们现在就是上面没有靠山。禀大人，快快呈上来，让本大人看看。哎呦，夫人，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呀！你看，吴丞相的令牌。来者可有说什么吗？回夫人的话，来者说他是吴丞相之子吴庆。老爷，机会来了。对对对，快快随我速速迎接。老爷，我同您一起前去吧。不，你赶快准备一桌丰盛的家宴。啊，走。哎呦，吴公子，吴公子，哎呦，下官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您见谅。狗大人，本公子此前来，其实找你是小事一桩，还请狗大人多帮帮忙。啊，不用客气。
吴公子的事，就是下官的事儿，定当照办。哎，吴公子，今日有何贵干呢？有个叫宋多的小子，坏了本少爷的好事儿，还把我的家丁给打伤了。吴大人，你带几个人去把他抓起来，给我好好的收拾一顿。大胆！此人如此大胆，吴公子，我看他是不要命了。来人呐！水。